受伤了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有谁愿意与祝英台同往啊？我，师母，我要一人一房。师母，我也要一人一房。 我只是证明这首诗不是祝英台写的，管他谁写。饭菜你赔得起，吃饭的心情你赔得起吗？姓王的，你也知道吃饭的心情赔不起啊。你这般喧闹，坏我胃口。你怎么赔我？哎，我在想，我还没看出是男是女呢，你再看，挖你眼睛。 我一定要捡回来！你歇着，我下去。文才勋，你没事吧？还没被你气死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受伤祝英台的是不是你？你看祝英台，她平常那个动作，我闭嘴！胡说！ 这儿来过，你笑一个嘛，我就从来没见你笑过。哎，嗯，嗯，嗯，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雨，再次曾相识的凡世间，顾盼留恋，如时光搁浅。 是重逢一如初见，梦醒片刻，是你，不是我，还会是别人扶你吗？我不管你是为了谁，这是你第一次求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帮你办到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并不在乎，重要的是你。